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新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他们拥有新金牛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要跟着新金牛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的关键，包括股票套牢不会去停损，让自己的股票常常会越套越深，股票呢总是报上报下，资金运用没有效率，而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甚至会多不会空，行情永远只能做一半，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只能注定套牢，注定赔钱，而进出没有证据，所以只能靠猜的，而买卖点呢才会慢了半拍，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来。因此呢，我们可以好好去想一下，怎么样操作才是一个最好操作。在资金效率部分，能不能去主动积极创造获利，还总像过去一样消极死抱抱手上股票要等它上涨。而风险控管的部分，你们在风险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点直接控管在最小范围之内，还总像过去一样任由亏损持续不断扩大，然后不会去理它，到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甚至呢，在进出规划的部分，那么在进场之前很明确的先把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一次先规划好，还是总像过去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规划，就是先进场再讲，然后走一步开步。所以呢，怎么样操作才是最好操作，我们可以一起好好来想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说一旦操作陷入被动，当行情出现震荡出现变化的同时，股票就会非常容易套牢，而一旦套牢之后常会越套越深，到最后没有办法翻身。相反的，如果你操作是一开始在进场之前就完整规划，不管行情怎么样变化，财富一样不会受行情影响，可以快速累积起来，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当然就是完全有完整的规划。而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我今天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多空的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界平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牛是一样的，跟着新金牛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一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一定是100%资金买档，一定要100%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12月27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100万透过金牛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67万利润了，那你1000万呢，透过金牛力量也帮自己创出167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自带的软体帮自己操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月12号这一天，这样股票100万赚了 14.9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12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爱三零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爱三零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4到5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 24.5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月30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24.5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遗憾不但不会发生，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月30号这一天，这样股票100万赚了 24.5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月30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缩，回到1月30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顺德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月3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的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顺德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3天2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8.4 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月1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8.4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月1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8.4 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2月1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很简单，还是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2月1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轮飞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二月一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轮飞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这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月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量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3天的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月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价报酬。问题是2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还是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2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宏冠电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月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宏冠电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这上面的边台，短短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6.1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从1月10号到今天12个交易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83万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83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是在软体帮自己操股票吗？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会很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事实上，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并不难，但是做法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定要完完全全敢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要100%资金集中操作单量票，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这一段，也不能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死抱抱手上股票要一直等它上涨，更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买卖点，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进出的时机常会慢了半拍，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事实上很简单，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量股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很多投资股票为什么会做得很辛苦？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当在进场的同时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的买点，总是会像过去一样。老派投资观念总是告诉各位，一档好的股票、哦、不用管它，就买进就对了。可是一买进去，你没办法找到最好赚买点的同时，常常 会花很多时间要等它上涨、哦、甚至一等不知道等多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常常股价也不如预期，等到最后的结果什么、哦、就是越套越深越套越深，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要不然就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做追价、
哦，当你追价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所承担的风险就会非常大了。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们要掌握的买点永远只有一个，就是一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要把它找出来。那怎么看？很简单，就从这样票。当你有做手系统，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一定看到相同的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既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买这一天，只有个做法：百分之几买进，让好事很赞发生。那为什么买在最好赚的买点？哦，因为我们在最短时间之内要把获利实现出来。也就同跟各位分享的，当你手上的股票没有办法帮你持续赚钱的同时，就会失去了持有它的一个原因。那你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帮你赚钱的同时，它会开始浪费你的时间，然后呢，持有越久你所承担的风险会越高。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任何一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当有赚钱办法同时，每档股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因为股票总是只是帮我们赚钱工具而已，不需要跟它抱得太紧。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一档股票有赚钱，当然持续帮你赚钱，当然可以抱下去。可是呢，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又没有办法帮你赚钱，那你还抱它吗？你抱的结果什么？浪费时间。抱的结果什么？开始承担风险。那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我们要买的就是最好赚买点，买进之后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把获利实现出来，而且要一直不断的实现出来，不是说一路抱抱抱，然后它整理也继续抱，那就浪费时间了。同样的，拥有赚钱办法同时，每档股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看到一个相同的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买点。既然在这样情况之下，当然还是要百分之几买进，让好事很赞发生。那你要等到今天开高走高创新高涨停之后再追加吗？是不是又慢了半拍？所以就同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所有操作一定要完整规划，所有操作一定要做到完全的精确，不是大概、或许、可是，有太多条件，就是明确的一个点，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一个点位就够了，所以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每一次股票只敢买个一成两成，那代表什么？对股票没有把握，所以必须要资金分在很多股票上面。对于买点，每次进场就是一层两层去试单试试看，到后面不管涨或跌再来加嘛。这代表当时的买点根本没有完全的规划跟考虑，只是去试探性的赌一赌，所以用赌用猜的情况之下，到最后结果都不会太好。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不用赌也不用猜，买点就是有一个，就同这样票在这一天，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一样看那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同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既然在这样情况之下，当然还是一样百分之几买进，让好事很赞发生。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就够了，一个点位就够了，操作可以这么简单而且明确。也就同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创出比标跟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签就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
当拥有做手系统去做棋子的同时，中手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1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595点，02呢五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50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49点。但是很多投资朋友指数做的会非常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在操作指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比如说一遇到盘整盘，常会被多空双杀，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在进场之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利先把规划好，所以操作上面常会慢了半拍，加上所使用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完全不确定，完全要自己猜的情况下，做起来当然会非常辛苦。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当然就是要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啊，就同你走做手系统，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要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可以猜。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多一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49点。相同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价讯号。接第一笔价讯号在8:55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空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下，这今天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下，那昨天空今天也是空，当然就是空方延续盘，但是我说过8: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颜色都是绿色，所以当然就是做空，所以收盘收定我们直接设收盘价，也就是15461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15480，所以定价100%全部穿价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重磅可以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49点，记得把它发一口单。而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趋势盘同步做多讯号。不做原因很简单，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在进场之前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利位置，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当然不会去做它。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